晒猴啦！虽然已经下午了，没有什么阳光，但明天就会干了吧？希望。超漂亮的今天的云，今天超雾的，有个什么警报，大雾霾。我们要去最喜欢的咖啡厅。你太夸张了！你真的太夸张了 ！Excuse me。去了，飞去了，冷死我啦！今天天气超好的，在阳台晒个太阳，请 Chris 帮我点了个乐乐茶。我最近特别想的就是鬼记，它这也蛮好喝的，它的奶茶挺好喝的。去打疫苗了，我超害怕的，我昨天就很紧张。排队中。其实很快，就是它一插进去，我眼睛闭起来就好了。你还抖一些啊？在哪里啊？里面。感觉怎么样？我骨这边的肉有点小麻。小麻，椒麻，椒麻翅膀。这里有点小麻。实在是太饿了，先来吃烤串。减肥。好吃的耶。好久没有吃。好嫩哦。小时候吃的，十多年没有吃过。好吃。来看 talk show， 不知道好不好笑，管他好不好笑。很寂寞。你喂我。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小面包吹到 I 上面，这个在这儿，然后要吹到 I。OK， my turn。哎呀，今天四度，中午连它都觉得冷了。我刚刚想到我们的差距就是我十五度以下就觉得冷得要命，它要到四度才会觉得冷哦。我们中间有了十一度的差距，所以我每次寒冷它都不在意呢，对不啦？我都感冒了，对不啦？它根本不在意，它根本不在意。他就觉得有一个人很烦，我跟他说：“我好冷哦，好冷哦。”那他一点不觉得冷，他在四度以上还可以穿着短袖，但是我不行，就快冷死了，包的要死，好难受呀。他不懂我的苦。
我觉得挺好的，天冷的要命，冷死他，冷死他。你不冷，不是更冷吗？可是你终于感觉到冷了呀！我冷到一直抽筋，一直抽筋，我只要手一个位置不对就要抽筋，或者是冷到手脚麻，就是这么冷。下一个礼拜去深圳，就会这么冷，就会跟台湾的温度差不多。Oh yeah！ 嗯，你怎么知道？哇塞！你从哪里看到我？哎，好可怕啊！音速小子等我射喽！他动作好快啊！我现在出发要去找我妈妈客户的女儿吃饭，这是在上海除了确诊她的家人的第一个月。然后我跟她吃完早午餐以后，我要自己去做指甲。今天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天，终于有朋友喽，终于是我自己的行程喽的那种感觉。现在要去地铁站到一个叫做 Red Cafe 的早午餐店咖啡厅，希望今天一切顺利。在上海做指甲，然后我在小红书搜了叫做 Salon de U 这个美甲店。然后呢，我其实是约了昨天下午，不过他好像没登记到，所以我昨天就没办法做，然后改成今天。因为他离长宁区超级远，就是我坐了1个小时20分钟的车才到，搭地铁，然后后来还打车，因为有点来不及了。但挺可爱的。很可爱，所以就这一家，他的老板娘是小红书的博主，然后他人也蛮 nice 的，蛮推的，只是真的是太远了，虽然有点贵，我觉得就我这一款430人民币，我有卸指甲，花了50人民币。然后一进去，他们的店很大，他的暖气在天花板上面，然后天花板上面就因为房间空间太大，所以根本就吹不到，就超级冷。然后有一个暖炉，还有给那个暖水宝，但还是很冷。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手都超冰的。总共有3个人有碰过我的手，然后包含我自己，所以我们大家手都超冰的，这边不是很舒服。不过也没办法，对，实在是太冷了。然后它的店内装潢很漂亮，然后一走进去就很香很香，还蛮好的。第一次探店成功，耶！啊嗨，现在超早，大概9点多，然后出发去找姐姐，我姐姐的小学同学，然后她现在在上海工作。然后在台湾的时候，我姐就很担心我嘛，就帮我连线一下，然后今天要去找她一起吃个饭。他把成本都打上去，第一次看到这种店。设计超棒的，拜拜，甜甜拜拜，拜拜喽。没有开门，我没有带钥匙，我车门，这个就是钥匙，帮我拆一下。Oh my god！ 哎，怎么开不行？你有没有进去拆？我有女儿国庆的卡片，来开一下。笑屁呀、啊！对啊。哇，是这种的 future bright。哦，还有李艳。超丑的，我们三个都超丑。哦。好开心哦 ！Thank you， 超想他们的。
谢谢 ，I love you， 拜。现在出门去买一个甜点，买完了以后要去找 Chris， 跟他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吃个午餐。这几天都连续出门，有种生活像轨道了的感觉。鞋带掉了。今天没有到非常冷，27度。看到有老人在吵架，五六个老人拖着他，他快气坏了，要助另一个老人，好好笑。旁边老人也在笑，我要打6120了，要打6120了，应该也是有点可爱。这么老了还有力气，哎呦呦，完了完了，他又要冲去打那个人了，他是抓紧机会要揍那个人，那个人是认真要揍他，哎，那个另外一个要被揍了，已经要走了，他还追上去，有点不敢当面。啊，就是这个，好像给阿米说的。白天来陆家嘴，于小豆，我们吃完饭了，待会儿去上班了。上班了，你可以选择翘班啊。我们私奔吗？我要回去了，拜拜。现在在银行排队要办我的账户，终于可以了，因为我的居留下来了，排队中，真的气死我，烂死了，都好差的，我放东西然后在那边丢东西，莫名其妙还办超久，气死了！我说到底要拽什么？还信不好？但我终于办好了，我终于有银行卡了。耶，都进去了！恭喜，是一个很酷的地方。红豆年糕汤，你喝过？我是我喜欢的红豆汤哎，我本来还很怕是我不喜欢的，前几天喝到一个很豆沙的，他说泡一泡很好吃。等了多久？一两个小时。一个小时。终于到我们了，可以放鞋子了。我们刚刚吃了樱桃跟草莓，还在喝椰子水。No place so close to your heart that let me down easy before you depart. 我们现在在等吃的，在等吃的，超级多，好酷啊！大杂食，还有这个牛腩面，这些是要付费的，就是在餐厅吃的。料跟水果，然后还有冰淇淋啊等等免费的，开始。另外两道菜也来了，手撕包菜跟鸡煲。超多人的，有很多很多位置，不过都已经占满了。这里没有流行倒数哎，我想说应该会有人至少就是321。2022了 ，Happy New Year！